平 A， 平 A 开 E， 平 A， 晕 A， 再 A， 再 A， 再 A。出招吧！打眼来，可以。全军出击！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啥。严阵以待。来，哎，开 E， 晕走了。看招 ！E 开，晕走，马上升二，他死。等 E 好了再升二啊，六秒钟。五秒钟，四秒钟，跳下来 E 开起来，晕住平 A 不上了，因为他有 E， 他在跳 A 反线，把他们也算上，这不点炎不上了。好，跑车回家，还是差了50块钱。这闪现干什么？不知道干什么？你问我干嘛？螳螂不是双杀了吧？还有啊，螳螂，你把双 buff 给他，给他，烫死了，给他，让他升，你给他，你给他，完事这不就我的了吗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英雄学位有点多呀。重锤开 E， 跳上来晕，锤，锤点炎，锤接重锤，点炎的作用不来了吗？下边来他还得死，四要跳锤重锤走位，平 A 放 E 锤晕锤重锤锤锤 Q 锤，这样连杀他两波。我杀的螳螂不是螳螂啊，螃蟹，有的螳螂一半的功劳，
我给你记一功。这个塔一溜了，也可以不溜，因为我钱不够，这回够了，回家了，出装备去。破败呢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觉得国服的武器配音不行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，不够霸气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，像个精神病一样。人家是 Let's do this， 小帅又带着一点内涵。Enemy rampage。也算上。武器本来不够霸气，拉倒吧。武器大师因为太过狠，所以现在只能拿路灯，你知道吧？由于是有点太狠了。跳重锤锤，一开起来闪现晕，我操，这没晕到。闪的还挺快，好快的闪现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背景故事改了是吧？啥叫改的呀？出招吧！跳下来重锤啊！别着急上啊！锤重锤跳重锤。什么东西截直接直着跑啊，走位走位走位，一锤锤吸血，没吸回来。我的塔皮漂亮，九滴血，跳墙哪有吸地呀、啊？刚才跳墙，哎呦我一滴血，3001，只能拉一点点，只能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这眼儿就不那啥了，那直接锤吧，这武器大师。现在我们上来就直接就锤，我这都破败了，也不用躲什么技能了，我的塔皮
我已经无敌了，在这堵着他。耶！刚才没跳眼，应该跳一手眼好了。这波算是我们没跳眼，我的问题。这波可以跳眼，没跳。来个什么皮孩呢？来个布甲孩吧。严阵以待。这波好像卡 bug 了。我的 Q 本来没吸地，突然之间吸地好了。出招吧，死不了应该。这波打敌啊！他们家这螃蟹跑中，这螃蟹挺有意思，这螃蟹出装挺厉害呀，出完小反甲还出死刑宣告呗，你要给我双重减伤啊！13:07，拆了吧，双重减伤。哎，这两个这个重伤好像被动还不一样。还有谁？即将脱落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蛤蟆没了。莉莉亚在吧？我看看啊，这小鹿好像去打这河蟹去了。啊，这个钟呢？我把这个峡谷给他打了，让他这个峡谷没有用。我觉得你还不至于在我面前装杯吧？啊，我觉得你还不至于吧？我跳 E， 晕，重锤，重锤，平 A， 蹦蹦哒哒的。这么两个半玩了要杀我，哎呦我天，我怕死了。你干啥呢？你有大吗？这铁铁没大呀。谁说话？再来个三下，再来个小蟹手，针眼我们就不带了。我们这两个假眼算了，我带一个吧。万一要三连跳眼，我这没有眼儿，就不好办了。嗯。
可以干，我已经无敌了。这波团战我们拿个母杀吧，来直接跳上来锤，我差点融化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融化了呢？我怎么融化了？你给我打死吧，漂亮！下波我要五杀。ADC R 闪了，刚才 ADC 是放大然后接闪现的。打吧，刚才进场第一时间吧没开 E。 我这波上头了，我跳眼，我再跳眼，哎，其实这种情况就不应该追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看上他的双 buff 了，这边 ADC 装备好像有点好，不行了，我们得去单带去了。在我没有卸手之前，不要让我打团。这波对面少一个呀，那少个人为什么还敢打团战呢？啊，那少个人为什么还敢搁这打团呢？哎，你们就打前排那俩人就完事儿了，那螃蟹那白给，锤石也白给，对，你们就看着我，那 ADC 跟那个杰就看着我，就硬看，我就搁旁边站着，你也别上去打伤害，我搁旁边一站。砍着我，砍着吧，我们再来波中啊！漫天飞雨了，这回漫天飞雨了。哇，重锤，开一锤，锤锤晕，锤锤。给我拉了，出个卸手，这锤石可太烦人了，这锤石。怎么要打大龙啊？哎呦我天哪，还敢打大龙？这波对面 AD 是没有大招的，好吧？我们只要把这 ADC 给他看住了，就没事儿。
我的天哪！要打大龙。先把这劫杀了，把这小鹿杀了，晕 ADC 锤锤送锤，让你他妈勾我！操！打大龙，谢谢千里快哉风的飞机儿，一波不了。那对面三座防御塔加个水晶，没办法一波。哎，给我点信号干嘛？对面不可能往上路守塔呀，他们肯定是先去守中。我这上路塔是必拿的。我今天不给你打死这锤石，我指定把这锤石杀了，我让你勾我。出死亡之舞，锤石是机器人，可能哈，这锤石可能是上把机器人。死亡之舞吧，死亡之舞配个春哥，他家的莉莉亚没啥伤害，我大招的那个魔抗应该够。严阵以待。上路的峡谷先锋，我去一下吧。哎，好像上路一塔比二塔血多是吧？啊，上路一塔血比二塔多，多了1400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那 AD 没在旁边啊，你干哈呢？哎，我大招开了，为啥第一时间没有摁出来呀？我摁大了呀。有共息地吗？这也不是魔兽世界呀，也没有共息地。你们这波4个打3个打不过，快去救队友啊！啊，泰坦没在，那也不应该打不过呀。螳螂有个屁的虚区，泰坦偷家了，泰坦。杰出来了啊，影流之主啊。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影流之主，
这锤石的吸地有点快的，他如果勾着人的话，他就可以连勾吸地锤石。这波太下路，看下路几个吧，三个人这边打不过我，两个人都不好使。几个人吧，跳走。不完了呀，泰坦！哦。打你，牙都不要。把小龙打了吧你，哎，我都跳一半了，他给我滑了下来了。我有一种感觉啊，就是这第四条小龙一定是拿不下来的，就一定是给对面打中的。你看，就每当到第四条小龙的时候，往往都会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文彻斯特定律。你他妈的，我拦我都没抢你的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就差100块钱，我出个天使。被打团了，我们神装了。这边 ADC 也神装了，打一波吧，干一波来。给我冲！杀 ADC， 让 ADC 死了，杀锤石。重锤，人呢？死没？小鹿上哪去了？妈呀！哎，他从这里闪到了右边吗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咋的呀？亮啥牌啊？还有你呀？你咋的？你好使啊？这怎么闪过去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看一眼那小鹿，那怎么闪过去的？瞅一眼。这怎么可能？